就在前两天，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在伦敦贝尔梅尔街一百零四号的改革俱乐部外缓缓展开。安妮公主以其标志性的优雅姿态步入公众视野，每一步都透露着皇室风范。尽管岁月已悄然走过七十三个春秋，公主的装扮依旧展现出非凡的品味与时代感，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公主当天的着装选择堪称经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一件蓝绿色 V 型印花夹克，其剪裁之精妙，不仅贴合身形，更以独特的翻领设计和点缀其上的精致纽扣，彰显出非凡的手工艺与设计感。搭配及膝褶裙，既保留了皇室的庄重，又不失女性的柔美，尽展公主的端庄娴雅。而内里的绿松石色丝质衬衫，以高领系带的设计巧妙点缀，与灰色套装形成鲜明对比，细腻中透出一丝不凡。 为整体造型平添了几分灵动与雅致。然而，真正让这身装扮熠熠生辉的，莫过于公主精心挑选的配饰：黑色皮革斜挎包与金色蝴蝶结装饰的高跟鞋相互映衬，加之一对手工打造的金耳坠和一枚寓意深远的金胸针，其灵感源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鸟拉吉亚纳吉月鸟，不仅体现了公主对国际文化的尊重与欣赏。 也是对她去年白金禧之旅的温馨回顾。彼时，她在莫尔兹比港的活动中，同样以卓越的风采赢得了广泛赞誉。回溯至今年的复活节晨岛，安妮公主再次以鼠尾草绿色 V 型印花造型出现在温莎城堡。这一次，她选择了灰褐色羊皮马靴与棕褐色绒面格包，搭配一顶别致的羽毛头饰，完美演绎了传统与时尚的和谐共生，展现了皇室成员与时俱进的时尚触觉。 值得一提的是，公主在近期一次与苏菲公爵夫人的联合活动中，因查尔斯国王的暂时缺席而更加引人注目。安妮身着一袭宁静的青色羊毛连衣裙，裙上镶嵌的珍珠项链据说曾属于已故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这份传承不仅体现了家族情感的深厚，也让装扮平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与温情。 公主巧妙地以一条图案丝巾点缀中式衣领下的空隙，心形胸针则成为了情感的寄托，每一处细节都流露出对过去的怀念与对未来的期许。与之相应成趣，苏菲公爵夫人以一袭无领口真丝花卉百褶裙展现了自己的独特魅力。两者虽风格各异，却共同诠释了皇室女性的多样风采与内在力量。这些精心策划的公开亮相。 不仅仅是对时尚的追求，更是对职责的坚守，对公众形象的精心塑造。每一次外出，都是向世界展示英国皇室风范的窗口，让人不禁为之倾倒。与此同时，在王室的隐秘角落里，据那些与查尔斯国王和威廉王子亲近的消息灵通者透露，这两位王室栋梁对于将哈里逐出温莎王室的决策不仅满意，甚至颇感得意。他们似乎在暗自庆祝。 终于将这位不稳定因素从王室的光辉舞台上悄然移除，任由他远渡重洋，成为美国的宠。儿。哈里，那个曾经的王室成员，似乎从未在我们的思念中占据过一席之地。一位来自白金汉宫内部、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冷笑道：“在我们肩负的重任与使命面前，他那偶尔的任性与冲动，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插曲。如今。” 大洋彼岸的广阔天地似乎更适合他的脾性。尽管王室在公众面前始终保持着那不苟言笑的庄重与矜持，拒绝将任何不和谐的音符公之于众，但王宫的帷幕背后，查尔斯与威廉对哈里离席的积极影响却有着共识。哈里和他的不可预知性一同远离了威斯敏斯特的中心，为王室的两大支柱清理了道路。 让他们得以不受干扰地履行那份庄严的责任，确保王室的航船在没有潜在风暴的水域中平稳航行。资深皇室观察员汤姆·奎恩对此现象进行了犀利剖析。查尔斯与威廉的雄心壮志中，哈里早已不是那颗不可或缺的棋子。他的离去，与其说是损失，不如说是卸下了一个可能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奎恩进一步指出。 对于这个似乎从未全心全意融入王室生活，且屡次将自己的个人欲望凌驾于家族利益之上的成员，王室的两大核心人物感到的是一种解脱，而非遗憾。有消息透露，查尔斯与威廉之间甚至有过私下的庆幸交流，感谢哈里选择主动退出了高级王室职责，为王室生活扫除了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家族的计划与前行。 从此不再受制于哈里的一举一动，这无疑为王室的决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奎恩补充道：“王室的坚固基石在于其制度的稳定，而非个体的存在与否。哈里的离开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在梅托事件后，王室表面上风平浪静，内部却经历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变革。查尔斯国王在个人健康问题的阴影下，依旧稳如泰山的履行着君主的职责。 而威廉王子则以日益增长的自信和责任感，逐步走向王位继承的前台。哈里的缺席非但没有留下空白，反而意外的促进了王室内部的和谐与协作，少了那份不安分的因子，父子间的合作更加顺畅，王室的运作也更加高效。在皇室内部，对这位昔日的备用继承人几乎不存在任何浪漫化的怀念，从年轻时代的放纵不羁。 到后来，对媒体和王室的公开挑战，哈里的一系列行为让王室成员倍感失望。知情人士透露，哈里宣布永久退出王室高级职务的那一刻，许多人心中暗自庆幸，认为一个潜在的麻烦制造者终于自立门户，减轻了王室的负担。然而，尽管内心有千般滋味。 王室在公众面前依然保持着那副团结一致的面具，不希望任何内部矛盾损害王室的神圣与成员的声誉。面对哈里在美国的种种言行，王室选择了一种更为宽广的胸怀，以包容替代了对抗。特别是在哈里即将回到英国参加不可征服运动会十周年纪念活动时，王室展现出了欢迎的姿态。这不仅是对哈里个人情感的尊重，也是对王室团结形象的一次维护。 在这一切背后，王室的深思熟虑显露无疑。他们愿意接受哈里偶尔伸来的橄榄枝，表面上维持着家族的和谐，同时内心深知，让哈里在远离王室核心的环境中发挥他的作用，或许才是对双方最好的安排。毕竟，王室的机器在没有哈里的日子中依然平稳运行。对于一个已选择远方的家族成员，他们没有理由再去纠结于过往的恩怨。 而是让他在加州的阳光下享受那份自由，同时也为王室保留了一份体面的距离。据报道，在一幕看似温馨却暗藏讽刺意味的转变中，梅根似乎决心效仿嫂子凯特，以一种更加高调的姿态，将母亲的角色推至公众视野的前沿。凯特以其亲力亲为的育儿哲学而闻名遐迩，成功的将乔治。 夏洛特与路易斯三位小皇室成员融入了皇室活动的璀璨画卷，从海外的官方访问到庄重的家庭肖像，剑桥家族的孩子们不仅成为了镁光灯下的宠儿，更在民众心中播种下喜爱的种子。然而，讽刺的是，梅根如今却在隐私与曝光之间摇摆不定，上演了一场滑稽的逆转剧。据传，梅根内心深处逐渐意识到。 想要将阿奇与莉莉贝特这对无冕之王的子女完全隔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无异于一场乌托邦式的幻想。他的朋友透露，梅根在好莱坞的背景让他深知，适度的让孩子接触公众生活并非洪水猛兽，尤其是在他们与 Netflix 签署的数百万美元协议背景下，这似乎预示着两个孩子未来或将成为镜头前的常客。梅根的这一观念转变看似温馨，实则耐人寻味。 他从凯特那里汲取灵感，渴望让阿奇和莉莉贝特体验到皇室生活的自然融合，让孩子们在聚光灯下成长，学会坦然接受自己的特殊身份。然而，这背后是否也藏着利用孩子增加曝光率的算计，不禁让人玩味。毕竟，在好莱坞的熏陶下，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公关的棋子。哈利王子这边，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感纠葛。 他的童年阴影，那段在媒体放大镜下度过的岁月，让他对让孩子们过早承受相同压力心存顾虑。说服哈里接受这一转变，无疑是一场心理拉锯战。梅根的坚持与策略性部署，比如让阿奇参与不可征服运动会，似乎取得了初步成效，让哈里勉强接受了这种平衡的艺术。尽管如此，这一过程充满了微妙与妥协。每一次公开露面。 都需小心翼翼地衡量同意隐私与孩子福祉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微妙的平衡游戏中，苏塞克斯家族的孩子们不会立即成为媒体的常客，但偶尔的精心策划的露面似乎预示着梅根与哈利在保护与曝光之间找到了一种折中方案。这一做法既是对孩子们身份的认同，也是对隐私的尊重，或许能为阿奇和莉莉贝特的成长铺就一条更加自信的道路。 讽刺的是，梅根模仿凯特的育儿模式，似乎在向世界展示一个和睦的皇室家庭形象。但背后是否真如表面那般和谐，还需时间去验证。毕竟，在这场皇室育儿大戏中，每个决定都如同走钢丝，既要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又要守护孩子们的童真与幸福，真可谓是一场复杂而微妙的表演。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